为什么不一下让它打到底？啊，打到顶。打到底就这板子就废了。是什么？前面裂开了。啊？前面裂，这板子会裂。我说你需要慢慢打压。啊，对。是吧？啊。如果一下打到这压力太大。哎呀，一次性把它撑上去的话，就感觉它就压力太大了，这个就裂了是吧？啊，对。四品扣不扣钱？啊，这四品扣不扣钱？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个月2000多一点。2000。是基本功，就是说干多干少都这样。啊，这个模具，你看这个模具，现在就是这个薄。哪一个薄？这个三个号。对。调起来，你说哪个地方麻烦不好调？哎，哪个都麻烦调。怎么调？就是那个松螺丝是不是？这个。调这个压力是不是啊？调这个缝是不是？调这个缝是中跟紧吗？哦，还要调那个啊？就调这个了。调这个还调哪一个？就调这个，哪里都不要。螺丝啊？啊，是弹簧是不是？啊，就是那弹簧。现在打到最底了吧？刚才放了几辆？